小九 AK， 然后子明，这是龙龙，汪苏泷。您好，您好。采访过龙哥。对对对，可以做。我采访过你啊，采访过你。那个音乐的那个啊，对对对，电台那个。对对对，见过，以前就见过了。对，采访过。是吗？有印象，对对对。那个哦，想起来了，好，我刚才在演，这回想起来了，这个才是真的假的。那刚刚是什么呀？刚刚是假的，刚才是前面是应付的，后面是真的，但这次是真的了，这是真的。只有真的想起来，前面一定会一个哦。对，哦，我记得，我记得，我记得，这都是没想起来，没记得。哦，我想起来，这个就是真的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你跟嘉儿有碰过吗？以前没有碰过，我在电视上看过。啊，别别，我从小看他的那个。哇！哦，所以今天还有蛮多第一次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啊，跟小九跟 AK 也，他们俩也是第一次。你知道他们那个团？我知道团。他们团叫什么？叫 Into One。哇，太荣幸了，感动。他们团很火，很火。是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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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小九和 AK 来一个，好不好？这哎哇哇，默契了默契了。三三三二一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来再来，准备三二一，好的，哇，最后加这，好厉害呀！一，我没办法没办法，不要着急，我献不出来了，不要着急庆祝，献不出来了，给你们演示一下什么叫教科书级的默契。啊，期待，我期待，我期待，欢迎各位来到，拜托了，冰箱，你看，根本没有说。就直接就来，你看多默契！你不信，你现在把脚脱掉，我们两个的脚现在是这样。我知道，我也知道，对不对？严谨严谨。三二一，左脚一，对，左脚。三二一，右脚。已经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再三二一，十二指肠。没事，三那个什么，就是三个里面有两个，三局两胜，算我们过了。那我们也可以代号，我们是阴。来，剪掉，剪掉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Into One。这个辣八蒜真的太开胃了，朋友们。这辣八蒜真的超香，你知道爱吃辣八蒜的人一定要爱吃一个东西。饺子吗？醋。辣八醋蘸饺子才好吃呢。因为辣八蒜是醋泡的，所以它是酸酸的口感。对，正好把我那个饺子筋儿给煮了，就点你的蒜。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叫辣八蒜吗？最早出现腊八蒜是在腊八那一天腌上，冬天放到温暖的地方，让它慢慢变绿，然后让它蒜味进到醋里，等过年那一天吃，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叫腊八蒜。哦，味儿挺正的。来吧来吧，来了来了，朋友们。哎，还嫌我你知道吗？过来，哎呦你这味儿啊，那还不是因为拿了你的这个，还嫌我。你煮饺子就可以了啊。好，帮你煮。露丝最期待，帮你煮。你快吃，你吃。谢谢，没事，我有这个了。你妈妈包的饺子。让我吃了，我吃了。你吃了？嗯，我吃了。那个可以吗？应该韭菜馅的，还不错。超级棒。看这饺子啊。饺子好好吃。可以尝一尝。它饺子蘸辣八醋是真是好吃。阿姨，你做饺子真不错呀。赵露思夸你了啊。阿姨，这饺子真不错。阿姨，饺子给我来一个呗。那饺子可太棒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妈自己包的，面都是自己和的，好吃。那个腊八蒜给我来一个呗。你要吃个蒜吗？好啊，蒜，谢谢。腊八，腊八菜。哇哦，嗯，饺子好吃。好吃，好吃吧？我妈包饺子，北方人是过什么节都吃。对，我也发现了，辛苦了。你包的，你带的什么东西啊？你这是这么猛吗？这是一个小时的量，一天的分量吗？一天要喝2到3壶。哇！现在很流行用那种大的水壶。我很能喝水。我们家涛涛、海涛的水壶是那种胖的那个，好像容量就是你这两倍，就是这样，一天要喝一壶。而且它有的时候它会写那个时间，比如说9点要喝到这儿，然后什么是中午要喝到这儿那种。哎，你真的包里啥都有，这是百宝箱，哆啦 A 梦，真的百宝箱。嗓疼吗？有点疼，嗓子也有点疼。是什么？进嗓子。哦，进嗓子。就是那个喉宝。我还有其他的。我还有啊。对，我还有那个。哦，可以可以，姐你也太厉害了。这个还有喷雾是什么？那个防蚊液。啊。
因为我很容易被蚊咬。还有那个，你把我们这当做什么地方？我们啥都带着，来吃苦的来了。还有充电宝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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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吗？防蚊液。你为什么会包里有这么多？因为随身出门就是要带这么多东西。他天天在现场，所以他需要有。你会出门带个行李箱吗？出门都带两行李箱。不是出门，就是比如说你住在北京，然后又在北京拍摄，那会带去现场吗？会。都会行李箱整个的，就是里面装一些。开工箱。倒没有开工箱，但是会带基本要用的一些东西。因为好多年没拍戏了，原来我们是每个人会有一个那种小的手拎的那种。哎，你这小包里边真能装，拿出来没重样的东西。到目前为止拿出来没重样的东西呢，还有人要口香糖吗？哇，有吗？你百宝箱啊。初次相遇好像酸酸的，闭上眼睛心却甜甜的，不怀疑，确定，真的我喜欢你，偏偏在这时刻嘴角沾满了奶沫，你傻傻看着我。